再说一遍，说什么呀？脸强大，脸强吗？一个抵十个约翰，嘴角向下的笑，他有这样，低什么呀？你是满眼真是。呀呀，爸爸妈妈别担心，我一定好好的长大。Challenge， 挑战，挑战。我就等你们选最后的，最后的就是最后的。你好，好霸气啊！好的，好的，好两年会员，是吗？我们就亮剑就行了。我们今天最贵的，最贵的。这个是不是那个贾维斯？我有一个，你有一个，我真有一个。那你退出这个游戏吧。哇！哇！在这里面。哇！真厉害！哇！哇！哇！瞬间激起了我的斗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朱志鑫，长大非常大，惜字如金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在长大的 TF 家族苏金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天比一天长大的邓嘉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已经长大的张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想要快点长大的 TF 家族左航。大家好，我是正在长大的张泽宇。啪啪啪啪啪。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翘臀正在长大的张娟。大家好，我是手正在长大的于涵。大家好，我是比去年长大一岁的涂宇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比去年长大不到一岁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木子成，木是木子成的木，子是木子成的子，成是像的成。来吧，展示。给大家表演一个动物耳朵吧。谢谢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姚玉成，一熬窑一玉玉赤恩辰，然后才一表演，嘴角向下的笑。啊！谢谢大家。OK 啊，就是你那个封面不是一个盲盒吗？然后上面都有我们各自的名字嘛。其实我们的寓意可能就每个人的对，就是有很多个盲盒，就是每个人就是不一样的惊喜，每个都不重样。成长像一个盲盒一样嘛。五六七，爸爸妈妈别担心，我在好好的长大，调整自己的步伐，大块不要害怕，一点点点点，你和这世界对话，一点点点点。呀呀，爸爸妈妈别担心，我已好好的长大，确认自己的理想，做别人的梦想，一点点点点，朝着我的方向出发，一点点点点，准备看好我吧。2018年10月19日好像。十一月十八。十一。单向放映厅。听不到。啊！不是吗？老三，可以发一下视频。说什么语言？大家好，我是画家邓嘉欣，我会用我亲手调制的颜料把你的美勾勒出来。来到苏金浩了，我是未来的一名赛车手。虽然我开车开得很快，但是也没有我想你的速度快哦。我觉得现在我说这个话，我觉得对点，有点遭不住。大家好，我是于警官。无论你身处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我都会保护你。Yes sir。根据 TF 家族第520条规定，我律师陈天润将会保护你一辈子哦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数学穆老师。接下来让我来考你们吧，237+283等于多少？答案就是520。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童宇坤，我是一个幽默又不失风趣的摄影师，不仅会把你们收藏进我的相机，更会把你们收藏进我的心里哦。
来人停下飞机。哦，还是你。我发现大家越来越漂亮了哦。你们都知道是为什么吗？那是因为我来之前把你们的颜值都冲爆棚了。我就是土豪行。大家好，我是工程师小宝，我会亲手为你设计并建造出一个爱的城堡哟。哇，好项目好听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医生，虽然我的医术高明，但是也治不好我宠你的这个不治之王。之王，哇，下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篮球运动员张俊豪。你们会打篮球吗？那我来教你们好吗？那你们要跟我一起多喝牛奶，多运动，多吃饭，努力长高高。长高高，长高高，长高高，长高高。张局，张局 ，flow 唱出来啊，张局。压都不压 ，flow。为过去的过去千万不为未知的未来惊讶，我相信我也足够勇气遇见你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 rapper 齐。当 rapper 都难。大家好，我是姚经理。虽然工作很辛苦，但是一想到你呀，我的脸上就泛起微笑。虽然你头发很茂密，但是那都是过去，我也会努力追赶。通上，通上，来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人太自律就不叫人了。对，不要再卷了。我觉得就是压力不要太大，心事不要想太多，就是快开心心。希望你唱歌越来越顺利，度过变声期。好，祝你的扣篮技术越来越好。TF 扣将 ，TF 家族三代第一大扣将。哎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进门，进门。左好可爱啊！喂，左好太可爱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不能反驳，唐天。认真你就输了。祝你越来越可爱，可可爱爱。祝你不要太黑 ，OK 啊。祝你也不要太白 ，OK 啊。他我不 care 啊，习惯了已经。咱就好了。教你一声儿，你敢答应吗？快点结束你的叛逆期。念强吗？念强。念强吗？来呀！来呀！你还说完事儿，你们都得完。毛哥，毛哥，多吃点饭，多吃点肉，浓缩浓缩才是精华，全是肌肉，一个抵十个月。现在小臂比你大臂都粗。N 仔，少哭一点儿，不要哭啊，不要哭。你要在这熬夜看书了呀？化知识为黑眼圈，别人满腹经纶，你是满眼知识。感觉小姚平时比较屁，那就祝你新的一年越来越好吧。祝你跳得越来越高，祝你眉毛长得越来越快。凉快。终于有机会可以露一露。哦，对，这是吴的课，为什么就是？哎呦！对，当时我们是抬东西，然后分两个车，有车上有一件事，我就出来看一下，但不是看那个，看三头六臂，还飞上天空。这还好，因为可能我有时候自己都找不到，自己都找不到。然后问一下孙浩，曾经立了一个 flag， 说两月份的时候，我打算卷得过来。刚才说，我说我今天很精神呢，我说到时候拍完，我到时候想去录个音，直接开局。我这样其实我也有考虑过，在 QQ 音乐这个平台上发现我是说这个歌曲。妈妈的世界，搞错了，再来。喜欢在冰岛的夜晚。I like the night in the island. That's where the sharks gonna be. OK， 两句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还行，其实你还有很多。我之前看过的，就突然看见有个街舞小王子，大家我也看到了，车模。不是，那还黑白吗？那都不高兴了，弄黑白。我从小就多才多艺，各个行业也都涉及一点，看你自己适合哪个。我要想一下，最近有什么橡皮泥啊、折纸啊、画画也有吧，反正都有一点。哦，对，
但是我们当时也是，当时排练嘛，然后当时中午在那在做手工，做折纸好像。离谱的，一节一节的在那个凤凰的尾巴呀，什么麒麟的翅膀，尾巴吸的，非常刁钻。就一串一块拼起来的，如果已经发过一次。哦，还有独角兽、鲲鹏，反正折纸还有这两个是准备要做的。也还好，注意。你头下的一张纸，我觉得很难做到，就是很快，怎么走了？还好啊，就撑着的呀，别撑呐，我就这样，这样撑，咱们这样撑。他有凳子，他有凳子。他踢什么呀？我跟你讲，他弯过去。上面掉了个绳子，只是劈掉而已。其实只是趴在地上。哇！我就出去展示一下。真正的兄弟不会要。哦，不会。好，你让我会营业到了就。哦，上去上次说要包飞机，不是我包，公司包。我想请公司整一架A380。那我觉得公司这么靠谱吗？他自己。一天。实在是没想到，我怎么可能没选上？包那必须的嘛！哦，可以啊！公交车带一个高压锅，然后哇！接下来请欣赏重庆话版《重庆公交司机》。师傅，师傅，我要下下车。乔装哎，钱呢？我刚刚带钱了，哪个办呢？我上单车。我太赶时间了。哦，我要升了。哪里去？我都把车推起走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老年卡。你今年40岁，老年卡呀？这多慢动车？来来来，你来开，给你来个走。来，你来开，你来开。哎呀，那很摇。万一你再开个别动车。学生卡，耶，还神上了。下一站，停车位。哇哦耶！哎，这个时间耶，都是自由卡。哇，来走。哇哇！宠物不能上公交车。哎天哪！宠物不能。师傅，我今天又来了。你上次让我跳戳，结果呢？不要进来，这里有石环。我跳江里去了。你说这个事怎么办？大哥，我想给你面单。OK， 好，爽快。上次你的上次长大还是长大？长完了，反正。现在应该张泽宇吧，我就比较正经吧。首先在座的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说过的嗓子音，这么多呀！表演课他震惊我14年，说过这个东西就是，他这里有个口，把手伸进去，就是你选一个面，千万不要这样，这样这里有一个洞，这样要把它打湿。你首先你要站到那个水下，你要把自己淋湿，你打完香皂之后，然后你再涂，这样下泥的那个量很多，泥如雨下。boy， 我找 boy。还有食物啊！我在嘴的时候，不像啊，我觉得有点像木质床，少了光，因为有点肉。二米二四，新驴的屁股。那我先亲吧。没事，时间很多，我百岁老人嘛，还早。头毛，头毛，对，甩下头，然后摸一下鼻子。哦，我知道。主要是。就韧带像钢筋一样，它又可以练舞，又可以练韧带。我被洗脑了，知道很多人都说我是天蝎座。我
活了这么多年还是认清了我是射手座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完全是一派敷衍。学习嘛，我们什么都应该学习一点。那个摄影师指着我头发说：“这个头发需要打毛。”我说：“不需要，不需要，打毛这头发可能就有点问题。”摄影师，我说：“这么多够不够？够不够？”我说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够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”他一剪，我那也得剪。谁给你留了这么多？哎，不需要，我们家也没啥。学成才老师。我们陈建润兄每次舞台之前保留实力，对，然后一到舞台，别到舞台就直接画出我有20年舞台经验的老歌手，所以就特别秀。我不敢认。那天早晨起来刷牙的时候看到我不是专业的，所以我不能随便的评判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珍惜现在的生活，提前做好这种防护工作，还有像宇宙的不断的探索，然后不断的深入，然后发展。好。迪迦，还有赛罗。第一个迪迦就是。第二个赛罗。你倒是吼了，喊出口号啊！赛罗。啊！瞬间就结束了。可能也是会不让大家太尴尬吧，技巧就是在于多听相声，多听张泽宇和左航讲话。老师你看我这个做不起饭闯入你的笑颜，我曾难自拔与世界之大，也是你听不到他啊，忘词了。是如何安排主要还是以学习为主吧，上完学然后晚上有可能去唱歌跳舞，然后周末的时候也会去。没有对啊，老艺结合对，老艺结合啊。啊，好可爱呀，好可爱呀。哇，下个什么？哇，压迫。